嗨，大家晚上好。之间是我在2012年所写的作品，诗歌的部分是来自本地诗人方路的作品。诗歌当中呈现法国诗人维尼的挣扎，艺术家的孤独还有忧郁，艺术跟通俗之间的鸿沟，这一切呢都跟艺术音乐所创作的道路非常相似。那我的曲子随着诗歌一样分为三首小曲子，第一首我只用了钢琴的高音和低音来呈现这个所谓艺术和通俗之间的一个鸿沟，第二首在旋律上就是男高音的部分我只用了四个音，这是为了来表达孤独的忧郁，第三首我用反反复复的一些通俗的和弦来表达伟大的沉默。最后我非常谢谢主办单位的用心，谢谢世宏和文艺的演绎，那也谢谢你的收看，感谢你。Yeah.
Yeah.